今天吃什么呢？哎，两个牛肉饼，炸鸡。我操，什么素质？这位小姑娘先到的，后面排队去。快点啊，别耽误谈生意。你拽什么拽啊？老板，还有几个牛肉饼？我全。一百来个。不要，给我来四个猪肉的。八块。他是不是没看见我给钱啊？当他面再给一遍吧。老板，我给你讲一个魔术吧，你信不信我把这枚硬币从眼睛里放进去，待会就能从脖子上面拿出来。不信。硬币呢？最新规定，都看仔细了。哎呀，现在进石子儿了。我的笔呢？你对我规定有意见是吧？我再给你写一个嘛，这样还能提高大家互相监督的积极性。嗯，越来越有我的风范了。老板，我举报下来吃东西。嗯，我是奶奶。